这当做迄落大公弦的琴柄啊，音箱就是倒伫遮，安尼下吼，嘿，月琴都像迄落日头安尼，哦，烧落啊烧落，日头光就是甲你烧，就是你的身躯，你就感受着温暖，足直接的啦。咱的骨就是安尼啊。无师自通就是，我无固定拜同一个先生，各行各业就是拢我的老师啦吼。比如讲啊，做白工的，咱就来学白工的知识；做装潢的，吼、哦、有装潢的知识，遐二卦遐二卦，咱要爱的捡起来，捡起来用安尼。国三要毕业的时阵，音乐老师讲叫我做一支卖艺，吼、哦、啊，伫迄个时阵较。感觉到讲，欸，做的琴敢那像有受人肯定啊，啊来的嘛是搁安尼做安尼做，啊家己去摸索，我家己去改进，安尼。较早农业社会就是砖头。四块钱顿就是拢会种拿豆，哦，啊，因为时代进步，所以遐拿豆伊就人拢废了啊，变成咱要做大贡献就是无地通找材料啊，一进像阮这种后壁啊这种砖口嘛看袂着拿豆啊，拢爱落去甲屏东海边啊找啊，啊，咱既然是一个台湾人，咱就是用咱台湾岛上出产的一个材料来做属于咱家己的物件。而且阮兜边仔芒仔埔，啊，因为若出山时阵，拢经过阮兜门口，啊，拢会看到迄扛芒果吼，衫穿甲足水个安尼，迄款扛芒果个声音吼，迄款频率听着就是足介意安尼。一般民间个观念就是足禁忌松树，扛看都袂使看，变成讲即个物件无去，所以阮着家己组团，惊伊后界伊会失团去安尼。做过扛芒果，较会了解讲扛芒果伊珍贵的所在伫倒，伊伫你心目中的地位伫倒。就是讲，阮这团全部拢查甫的，哦，啊，为什么拢查甫呢？因为扛芒果伊原本是新民生老热咧用的顶头，哦，啊，新民生老热咧用的顶头，古早时代就是这款戏书就是较禁忌查甫人参加，啊，所以伊就是用。查甫的装作查某的咧跳扛芒果，哦，啊，然后转变成做松树的，而迄当阵嘛是要阁维持伫男扮女装啊，啊，所以就是重现迄个较早迄个年代的物件。做乐器甲扛芒果，这两件代志对我来讲是连做伙的，像关公甲迄只赤兔马安尼。哦，啊，就是相辅相成啊，分袂开啊。原来台湾所有的这个民间的戏曲、音乐，因拢有关联性。有可能我这个无去，靠了这个会无去。啊，所以这蜘蛛网就减一条。你别条要搁牵对这来，迄条断去牵袂过啊。传统的物件已经用要失传，无人看，所以你要安怎去甲留咧？你只有是家己实力、营养分来充饱，来壮大自己，家己爱心用起来，靠倒去做其他的工作，做其他的代志来，甲这个物件延续落去。